手。哎，六千了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么快？真的假的？6003。哇！耶！双手。说我们选的鞋都是那种很轻的鞋，所以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踢操的那种重量。真的，昨天被断波，今天怕了一点点哈，留个波紧一点，一毛也刮了，羽绒服也穿了。抖音爸爸，我可以解开扣子吗？机器人，我可以解开扣子吗？国家机器动得非常的厉害。刘畊宏直播雄鸡泰剧鸡兔，抖音判哺乳期擦边球禁播。之前被断播了一次吗？正要嗨的时候就被弄断了啦。主要是原因是因为说你太性感了。哎呀，都是雄鸡惹的祸啦。刘畊宏全家去年移居上海，六号跟老婆王婉菲直播健身，结果中途画面被平台强制消失。知情的网友爆料，禁播原因是刘畊宏背心太过贴身，不时出现鸡兔的画面，违反官方哺乳期擦边球规定。不会吧？啊，然后这对夫妻隔天卷土重来，直接套上羽绒服求抖音机器人买脑啊。为了怕抖音再帮我们断播，我们先穿多一点点哈，能撑一点是一点点。我是抖音穿最多代操的了，就是我穿最多的刘教练跟他老婆，为了你们我拼了，我不热，你不断播我都不热。 Come on， 保守了吧。哎呦，没辙了吧。想看我们流量没那么容易，快跳完这首，我们至少要撑两首，表示我们的诚意。太热了，抖音爸爸，我可以解开扣子吗？机器人，我可以解开扣子吗？把羽绒服先放旁边了，等一下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再把羽绒再把羽绒套上。如果他警告我们，而且我今天还特地穿了两件裤子哦，你看。对，好，不要乱翻，不要乱翻，可以抬高，大腿抬高，脚侧面换。我们要被警告了！警告了！救命啊！我要去穿羽绒服了！我要穿羽绒服了！救命啊！又被警告了！我们穿羽绒服，赶快穿起来！我们被警告了！我们被警告了！那讲到医疗了，讲到什么健康什么的，有吗？我们没有啊，我们只说希望周杰伦健康而已啊。对啊，我说希望周杰伦健康，这样不行啊！不行吗？这样为什么被警告？你们刚刚有卡吗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好吗？我在跳健身，我不谈健康吗？啊，我也没说他怎么样，我只说他身体健康。哎，这样不行吗？喂，哎，太奇怪了吧？别闹了好不好？什么都能够断，各位，非要逼着我们穿上羽绒服来跟大家一起跳操吗？抖音机器人，拜托，别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每天都有不同的理由。好，我们这做直播太辛苦了，太热了。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受不了，断就断吧。各位，我不管了，他如果断我们就断了，大家就听我的声音说再见。说再见不。